暴动案件里面呢判刑较为重的一次，比对起过去的判案那个刑期。今次法庭作出重判呢，我认为是意料中事。我亦都相信呢法庭已经考虑到被告呢是在整个暴动过程里面扮演的角色啦，以至他是在法庭那个态度。大家想返旺角暴动当日呢，确实有好多的情景呢是不能接受的。有暴徒呢是纵火啦，亦都是焚烧车辆啦。咁呢啲任意妄为的行为呢是绝对不能的，绝对不能是绝对不能是轻判的，因为呢是不能让社会有一个讯息呢是有人呢是可以说是追求理想呢，而是透过暴力呢是去破坏社会的秩序，破坏社会的安宁。我亦都留意到呢，其实现在都仍然是有人特别是透过不同的途径呢继续发放一些讯息啦，就是影响緊年轻人啦，是企图呢是让年轻人相信呢透过暴力去追求理想呢就会呢是达至到他们想要的理想，而且呢是亦都因为过去有不同的案件呢已经是去到判刑的地方呢，亦都令年轻人呢是承受了很沉重的代价。那对于有年轻人因为这样而判刑呢，其实每一个香港市民都是感到心痛和可惜的。那但是我再次呼吁年轻人呢，不要轻易相信一些煽动暴力的行为，因为煽动者呢可能是未必是即时会受到法庭的裁决，调翻转呢往往是出手是使用暴力的朋友无论你是什么原因呢是需要负上沉重的法律代价的。咁最后呢我亦都是喺度再次是去提醒啦，占中三子到现在呢都未是喺法庭上呢是经过审讯之后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那这一部分呢始终是令很多市民呢都不能够释怀的，因为不论年轻人甚至警察呢都因为占中和暴动呢而是要入狱或者付上沉重的代价，但是暴力的煽动者呢依然是逍遥法外。那我促请有关当局呢尽快是去处理这些案件和事情，让到呢是公义是得到彰显的。Well, of course, I cannot agree to his comment. First of all, I think the judges and the sentence do have taken into account all the consideration, especially they are young people and this may be their first time to commit such crime. But law is law, and using violence to destroy public order is a serious crime. If our sentences and if the judges, if the judgment cannot pass on a message that this is a serious crime and cannot have a deterrent effect, it will have a very negative effect to the society. Therefore, I agree to that judgment, and it is within our expectation that heavy penalty will be imposed for such crime.其实法例很清楚是针对所有扰乱秩序的人士的，那法例 是公平是这样是适用于所有人，凡是有人呢他是透过暴力
或者是透過其他的行為去破壞公眾秩序呢，都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整個過程大家都知道歷時已經是一段時間了，由暴動發生去到收集證據以至提出起訴，經過法庭的審訊呢，這個都是一個是公平的審訊來的。我相信市民是看得到，凡是煽動、凡是用暴力的人呢，最後都要付上代價的。這個不是說針對、特別是針對什麼人士，簡單來說，其實不同人都有不同訴求的。你是不能夠說、你自己呢是有某些原因 而可以使用暴力而得到較為輕判。好，謝謝你。謝謝。